来玩这款游戏《史莱姆联盟》，QOO APP 下载的啊。哎，他刚刚在讲话是不是？哎呦，加入嘞！哎，这种游戏类型该不会就是可以砍树那些的吧？看起来有点像啊。你看，前面是这样啊，然后到底能带几位英雄呢？能带四位吗？哦，最近这游戏类型蛮常出的。哔哔哔哔哔哔。哦，音效搭配很不错。我们这个第八公主带回来，大祭司来的哦，可以带那么多位哦。哦。哦，还不错诶。哦，现在史莱姆是不是票房保证了？有史莱姆的品质都做得很不错诶。从史莱姆放置养成到现在这样子，看起来是可以期待的。走，走，多砍一点。英雄加入，三个肉，给你一些奖励。哎，这个啊，好，刷刷，帮助射手，我们先去砍树好了。反正如果要解锁区域啊，好像也是需要木材嘛，对不对？射手在哪？快点 green now！嗯，可以砍吗？不能。找到了，食物不够，先砍敌人。有了，第三位伙伴，可以派好几位，派好几位还不错。这款游戏好像会有人气哦，感觉不得了哦。其实这种游戏类型基本上是一样的啦，那现在就是看题材你喜不喜欢，你喜欢的话你就会玩比较久。村庄出来了，要解锁村庄了，过程都是一样的。领取奖励，消灭敌人，重建村庄。哎，敌人竟然不是怪物，是人类。很抱歉，在史莱姆的世界里，人类对我们史莱姆来说，对我们史莱姆一族来说，你们就是怪物。嗯，这样子应该没毛病吧？拜托，这是史莱姆的世界，怎么会有人类？初始之地，没有可用传送点了，反正之后也能进行传送了。初始之地在那里啊，可以去进行练级的。啊，这边可以领奖励，其实我觉得品质还算是不错的啦。开服好礼哦，金色的欸，我这开服好礼给的还算是大方。新手福利十张免广告，欸，还算是不错的欸齁。哦，可以嘛。啊，你们这群史莱姆是哦，来啦来啦，你要去哪位？你要去哪位？好多肉，消灭蘑菇十只啊，没问题，十只是不是？打爆你们，领取奖励。哎，又有一位了啊，帮助剑行牧师，在这里啊。把这边砍一砍就有了，这样就是升到两等了。来，咦，他会治疗，少一点点木头，收集木头20个。这边还有什么游戏统计？建造训练营。
我们可以这样直接回去耶，啊、哦，好方便，好方便。啾啾啾啾啾啾，训练营这样子就解锁了、哦。人的这游戏真的值得一玩，这还不错啦。在野外可以点击次元门按钮，更快返回。那么笑，都点一点吧。领取奖励，消灭老鼠，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点这个地方可以移动吗？不行嘞，次元门不能点了。最高可以派几位啊？哎、欸，对，我已经满员了啦。所以最高你只能派这几位而已啊，那为什么一开始有那么多位？欺骗我的真感情。我这次有带捕食出来了啊。按理说后面就会有 BOSS 出现了啦。这个同类型游戏都这样啊，啊，这边还缺木头。才能到达下一个出入口。木头，我想啊，木头没了嘛，我木头不太够哎、欸。嗯，这里还可以砍。次元门，我点了次元门啊，嘿嘿，这样子就回来了。好啦，这边其他地方我们稍微绕一下吧。这玩法部分。就是这个样子，有玩过的玩家们应该很熟悉啦，反正这种类型就是这样，整体还算是很不错的，这个品质看起来算是值得一玩的。好啦，本次影片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